我知道想要学会怎么跑步，要先会跌倒，擦了要扛起烦恼，不为嘲笑你就能骄傲。我知道今天烦恼明天更好，努力向前跑，我得到梦想中我想要的骄傲。欢迎收看麦克夫牧场物语。今天是我是尼亚斯，今天是星期二，然后第16天吧，我看一下，对，应该是第16天没有错。然后上一集呢，我们做了一个金苹果，然后前几集一直有观众留言啊，一堆观众都留言说，为什么尼亚斯你都要去矿山的温泉去泡，为什么不在家里的浴室泡就好。大家看一下，现在我是1148146泡进来，哎，怎么没有？哎，没有啊。好，反正不管他，现在应该是有 bug 之类的吧。反正就是说在家里的澡堂的话，你泡大概一秒钟，它只会给你2点的精力值。但是如果你是去矿山的话，一秒钟它是给你10点的精力值。所以比较起来呢，矿山是比较哎呦，当掉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矿山是比较，等一下，前面几集有人跟我说把什么垂直关掉，是不是？我看一下哦，垂直同步垂直是不是？同步垂直是干嘛？其实我没有调过这种东西。好，总之刚刚讲到一半就是，我刚刚讲到哪里？有点忘记。然后鸡蛋我要储存一点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记好了。就是说有人说澡堂免费啊，对不对？等一下我。肚子有点饱，有点想打嗝。有人说澡堂免费，尼亚斯为什么你不泡澡堂而是要选？刚我想说怎么进不去啊？就有人说，泡澡堂比较值得啊，不用花钱呢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想，这是一个短视近利的，就是想法。对啊，虽然就目前来讲，泡澡堂它不用花钱，没有错啦，省钱啦。但是说，你。这个只要一个绿宝石，可是澡堂不用钱，但是澡堂它是每秒2点嘛。那如果我要进入村庄，我需要100点的精力值，100除以2等于多少？50，所以等于说我要50秒，我才可以泡50秒。哎，差不多50秒吧？对，大约泡50秒，不对，应该说要60秒，至少要60秒，因为我们精力值会在走路的时候延迟耗损嘛，所以60秒的话是120点精力值，20点是让我们走去村庄使用的精力值，所以我们要泡大概1分钟。我们才可以去村庄。那这边呢，我们大概只要泡个12秒啊，12秒跟1分钟，你们觉得哪一个比较久？当然是1分钟吧，对不对？12秒就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啊，就好了啊。1分钟就要1数到60，就是1分钟这样，是不是比较久？对不对？那这个花钱虽然花钱啊，但是至少比较快，至少可以让我每天都到村庄。如果我是泡家里的澡堂的话，我泡完可能就已经太阳下山，根本来不及啊！一天早上只有10分钟，对不对？所以请大家去思考一下，不要一直没有思考就跟我说，你应该这么做，应该这么做。结果到头来，我听了你们的话去那么做了，导致我最后就是没有来得及去村庄卖钱，那怪谁？还是怪在我身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请见谅一下，去思考一下为什么我这样做。有时候我这么做的原因是有它的原因的哈，不是你们想象中，我就是想这么做，不是这样子，是有原因的。OK， 那我们来挖矿吧。OK， 我们挖完矿了，那继续烧吧。那我得要记得金锭要留着，因为我们要做金苹果啦，对。然后我先把钻石卖一卖，然后我们的石镐已经爆掉了，等一下要再买一个石镐了。这样6个可不可以卖？我记得6个可以卖，对不对？可以可以可以。好，我们再买一个石镐，不然石镐爆掉了有点惨。而且拿铁镐去挖那个煤炭啊、煤矿啊，或是铁矿有点浪费啊，对啊。好，我们去伐木场吧。伐木场，树又长出来了。我们，怎么变成巨树啊？有点惨哎，这我要怎么清啊？好，我们这边稍微加速一下好了。OK， 我们的可可豆收完了，那接下来砍树吧，先砍这个巨树好了。
OK， 我觉得有点赶哎，我先把这棵树也砍掉，然后先放着，然后我们先准备前往那个，我们先存，不对，我们先去矿山泡一下温泉，然后泡到120或150的时候，我们再出来，因为我们要赶快赶进村庄啊，快晚上了，一天的时间太赶了，快点，然后钓鱼我们晚上再钓好了，好，那我们稍后回来哦。OK， 我们泡完了，那准备前往村庄了。260的精力值应该是可以保险一点，因为我晚一点还想要再去那个伐木场啦。不过晚一点再泡一次也没关系啦。好，那我们先来卖一下可可豆，可可豆。然后我们还要卖金苹果，快，金苹果一定要卖到。先卖金苹果，再去那个动物小屋，不是动物小屋啦，那个卖动物蛋的地方。神父，我来找你啦！快点，神父，金苹果。15块钱 ，yes， 好，再来去那个卖动物蛋的地方，快！哎，我肚子饿了，快点！我要鸡蛋，快点！我要鸡蛋 ，yes， 拿到鸡蛋了，哎，有拿到吗？没有啊，哎，消失了，好吧，我看一下可不可以跟他买个动物，买个牛好不好？30块，我想一下，牛，之前有人说动物牛，蘑菇牛啊。我想一下哦，好，买一个牛，我们先，来不及了，算了，改天再说好了。好险我没有把钱放上去，好，没有关系。我看一下这边，哦，还有3条烤鱼，还算 OK 啦。然后木头我们先带在身上，到时候可以卖。树苗先丢进去好了，可都放这里。那我看一下还有什么东西哦，应该是目前没有了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先去矿山，然后泡一下温泉，然后等一下去伐木场，然后再去农田，这样。我们先吃个食物好了。好，我们看一下哦，金锭的部分先留在箱子里，然后铁锭的部分是可以直接卖掉的。然后煤炭留3个在身上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再来泡一下温泉吧。我们泡到，我想一下，伐木场需要多少？我们泡个250好了，好不好？250左右，因为其他地方都不用精力值啦。现在晚上就只有伐木场去的时候需要花精力值，还有矿山。啊，可是矿山我已经进去挖过了，所以还好。那我们稍后回来哦。OK， 我们回来了。那现在我已经有300多精力值，应该是够去伐木场的，所以我们先去伐木场吧。哇，有苹果嘞，太好了。然后这个树叶也掉了差不多了吧？看一下，不是树叶啊，树苗。这边感觉还有木头，对不对？看一下。有，果然有这个，哇，这一板好像不行，等一下我这样跳上去好了，我把它挖掉，还有吗？给大家再垫高一点好了，我把这个树叶清掉啊。这个橡树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它很容易变成巨树啊，这个除非上面有加那个半砖或是全砖去抵挡住，不然它很容易变巨树啊，这是一个缺点，但是我们需要很多的苹果，其实，所以只能继续种啦。然后我们的树苗，蛮多的，来卖一下好了。我看一下树苗，10个卖1块钱，是不是？我们卖个10个就好，好不好？留个12个，以备不时之需。然后金苹果，不是金苹果，我们现在苹果有2个。那木头38个，应该可以卖蛮多钱的。我看一下，现在59块嘛。12块，我们这样赚12块左右啊，还不错嘛。木头还是先留在身上好了。OK， 然后我们现在先，我想一下有什么事情，我们先回家，不对，先去动物小屋才对。动物小屋，然后剪羊毛，然后去农田钓个鱼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回家休息了。我们的羊，对，我还有多余的可可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再染一下啊。我们今天没有染到羊毛，对不对？我一直在说想要冬天的时候，那个就是怎么讲，冬天的时候去看羊毛会不会涨价，这样会不会卖比较多。涨好快啊，我下一集要那个去村庄卖一下羊毛好了。我觉得应该要卖一下。然后我们现在的鸡还是只有一只吗？我怎么记得有2只啊？还是我的错觉，其实只有一只。我们去看一下鸡蛋多少了。我们收集个
一组再来丢好不好？可是才收集两颗哎，有点想丢哎，怎么办？有人说丢水里比较有几率生机，是不是？我们来试一下好不好？我们来试一下，丢最后一次啦，剩下就是存鸡蛋了。没有啊，没有，可能是我运气不好，算了啦，没关系，以后再存的啦，不急。其实羊赚的钱应该会比较快一点。好，那我们来钓鱼吧。哇，那个小麦都长出来嘞，好快哦。OK， 我们把种子拿出来，这样子我们也可以繁衍鸡了。其实，哎，不对，因为我们这个农田还没有种完。等一下，我再把它，哎，对不起，放错了，再把它放出来，吓到我了。OK， 然后我先把这些全部耕掉，然后补这些种子，这样子的话应该可以种多一点。哇，你看这个农田种的越来越多了。然后我们来生一下羊好了，我们现在五个小麦，哎，小麦越来越多了，看一下要生哪几只羊。哎，你们毛都全部剃光了，我不知道哪一只是咖啡色，哪一只是那个。哎，这两只算了，四只都全部生一下好了。哎，可不可以不要挡在门前啊？还有经验 ，OK， 进去，拜。好，我们准备去钓鱼吧。我们现在九个金锭啊，等一下要合成一下，这边没有合成台。好，我们来钓鱼，这段就加速一下吧。OK， 我们就先钓个六条就好。然后我们现在身上库存还有两条鱼嘛，那我们这六条鱼呢，先放熔炉，但是煤炭先不要放上放。对不起，按到了，煤炭先不要放进去，因为有人说一个煤炭可以烧九个嘛。那我们接下来来节省一点好了，对啊。然后小麦的部分我们先丢着，我们这边还有多的小麦啊，算了，没关系啦，现在才看到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一下金苹果，等一下我想一下。合成台在哪里？这里，对不起。我们现在有九个金锭，那我这样放它会不会变成附魔金苹果啊？不对，它一定要是金砖，对不对？那算了，我们还是用一般的金苹果就好，好不好？不要用金砖啊，我觉得用金砖有点耗时间，虽然赚的比较多啦，是没有错啦，这样子想。然后我们一个金苹果，然后再一个金锭丢下去，我们这样就有。已经到早上了，我没有睡觉天哪，我今天都还没来得及睡觉，完蛋了。 OK 好，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呢就先暂时到这里结束了。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记得帮我按个喜欢或是订阅或是分享出去给你朋友们，如果越来越多人看的话，我会更有动力继续做下去哦。那我们这一集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，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咯，大家拜拜。